点点，谢谢灯牌，谢谢灯牌。我们觉得好听的，我们可以把七七七扣起来哟，然后我们左上角有福袋。下面一首《声声慢》送给大家。一首《声声慢》送给大家，一首《声声慢》，一首《声声慢》送给大家。欢迎大家上午来到西子的直播间，今天是不是五一的最后一天了？谢谢灯牌，谢谢灯牌。我们大家觉得好听的呢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点，然后嘞，我们觉得好听的，我们点赞也不要停下来，七七七也不要停下来。谢谢灯牌。节日快乐啊，节日快乐，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？
对，西七和西同音啊，所以说我们就扣七嘛，我们就不扣别的数字了。我们下面一曲《探窗》送给大家。一曲《探窗》。西西复七七。窗送给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，欢迎 DY 哥，谢谢灯牌，谢谢灯牌，谢谢墨镜，谢谢我们九天笑。
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我们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点。嗓子不是哑了，我本来就是那种。谢谢东王，谢谢东王，欢迎东王。真人呀，真人呀，难道是假人吗？欢迎新来西子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！我们大家如果有喜欢的，我们可以点点关注。好的，东王，谢谢我们老九的保时捷啊！我成都的，成都人啊，成都人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！我们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把关注点起来哦，家人们，七七七，我们的七七七不要停下来！谢谢我们东王的娶你回家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试下一路生花。一路生花送给大家。昨天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我唱的歌，然后有人就说这个一路生花，但是一路生花我唱不了，只能给大家弹了。昨天是谁说的？右边的粉扑扑是没有弄赢吗？
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，谢谢东王，谢谢东王。右边补一下，咋了？这边哦，没有云是吧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现在？没有，他这个可能是上镜以后这个灯光打的就很明显啊，灯光打的就很明显。好了呀，没有，到底是好了还是没有呀？就这样吧，家人们，就这样吧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。我们有喜欢的，我们可以点点关注。辛苦大家点赞了，辛苦大家点赞了。谢谢我们七块。谢谢我们的七块。我们来一首小城故事。早餐吃了呀，吃过早餐了。当当，小城故事啊，我们不要刷屏了，我们不要刷屏了。欢迎大家来到西子的直播间。我们大家如果有喜欢西子的，我们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可以支持一下西子。西子即将从川音的明月系毕业啊。西子在后面的时间会给大家弹更多好听的曲子。听出来了哈，小城故事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
我们大家觉得好听的呢，我们的点赞也不要停下来，我们的777也不要停下来啊。000平哥，谢谢平哥，谢谢平哥，谢谢灯牌，谢谢灯牌。我们下面来一首《清明雨上》。一首《清明雨上》啊，一首许嵩的《清明雨上》送给大家。这首歌呢，它是我们许嵩的，描绘了一幅在清明节、清明时期悼念去世的爱人的故事啊。一首《清明雨上》。在这里，777是说好听的意思，是的。谢谢我们念头通达。
欢迎大家上午来到我们西子的直播间啊，这里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我们大家如果有喜欢西子的，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一点，然后每天早上10点半啊，我们可以在直播间来唠嗑，然后听曲。七七在西子的直播间是好听的意思，不是好看的意思。已经点了呀，谢谢点赞啊，谢谢点赞。我们觉得好听的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赞点起来，七七七也不要停下来。中午好，中午好。转眼又要中午了，感觉。谢谢我们念头通达，谢谢念头通达。我们下面来一首《月满西楼》。那我们就留下来啊，我们就留下来。谢谢我们念头通达的八爪鱼。Thank you.